养生保命集第九章养生保命守则，日期2012年4月15日，来源网友上传，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。如佛有觉得此书不错，请按第九章养生保命守则。养生是一门学问，养生二字的含义就是养生保命。养生学在古代的东周开始，至今似有2000多年历史。荷兰学者高罗佩曾经赞叹说，古代中国人的性生活从总体上说是健康正常的。养生又称为养肾，因为中医学认为肾藏精，是维持正常性功能的脏器，肾在生命中有重要地位，而房事过度是会伤害肾脏的。所以生活放荡，贪食者伤脾伤气，贪色者伤肾伤精血，其害无穷。男女青年到了适婚年龄，正式结为夫妻，适度的对身体是健康的，放纵欲求，对欲求不予控制，则势必伤害身体。一、结婚的年龄不宜太早，一定要身体发育成熟之后才可以结婚。养生专家都反对过早开始性生活，认为男子破阳太早则伤其精气，女子破阴太早则伤其血脉。在身体生长发育到阴阳充实之后才开始性生活，这样不仅对自身健康有好处，对儿女的健康也有好处。所以男子30而婚，女子20而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。男子过早结婚，虽然生殖系统已经发育成熟，但是整个身体上较幼稚，阴茎尚未充实，容易出现香火妄动。年轻人自控能力差，易出现房事过度，阴虚精亏，有损健康。如果等到年龄30左右，自控能力增强，思考问题较全面，有了婚后的责任感，就不至于肆意纵欲，阴茎自保，为健康长寿打下基础。晚婚对优生优育有很大好处，关系到儿女的健康身体和智商。对于早婚妇女患病，较晚婚妇女生病难治。所以晚婚是养生的关键。二、酒后不宜房事。酒性太热，能煽动欲火，促使性欲亢进。而性生活又要消耗大量体力和精微物质。酒后行房，酒和色双耗精血，犹如漏锅成汤遭猛火，必然伤害身体。男女任何一方酒后精神亢奋，性欲亢进，常会对另一方有过分的性要求，甚至动作粗暴，伤害另一方的感情。三、七情太过不宜房事，住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。明朝名医宫廷贤说，愤怒中进行房事，精虚气结，八位丁居，恐惧中行房事，阴阳偏虚，自汗到汗，饥而成劳，都是说明情志不畅，七情太过时，体内气血运行处于逆乱或壅滞状态，精气闭塞，性反应机能无法循序发展。如果这时行房，则加重了气血逆乱或壅滞，耗伤精气，同时会使对方产生强烈的反感，
造成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双重创伤，容易导致性欲低下、性冷淡等性功能障碍。四、饱食后不宜房事。饱食后血液较多的集中在胃肠，大脑主要精力都放在消化方面。同时饱食后立即行房，全身紧张活动，大脑精力分散，必然影响消化，而且影响下一代的健康。而空腹行房，大伤元气。五、疲劳时不宜房事。疲劳包括体力和精神两方面。疲劳过度而强行房事则精耗，精耗则肾伤，肾伤则髓气内枯，腰痛不能抚养。特别是新婚久别，远道探亲者，不待体力恢复就行房，危害更大。欲远行不可行房，行房后走百里者病，走百里后行房必死。清晨四时之后，身中阳气出生，不宜行房，有损气血，一次当百次。行房后勿及挥扇及饮冷冻饮料，若过度受凉，伤害身体。行百里，房事者死。清朝末年，有一位青年与同窗好友进城应考，二人皆新婚不久，在城里住宿了几天，考期尚未结束，难耐寂寞，便与好友相约于当日考试下堂之后，结伴回乡下，步行百余里，约三十多公里，至晚上九时后抵家门。父亲见儿子突然回来，知道儿子所为何事，于是故意怒斥，一定是在城里惹是生非，才连夜赶回家来避祸，明天再以家法处罚。父亲命家人将他双手反绑，关在仓库，从外锁上。第二天，父亲叫平日晚起，放出儿子，一言不发，也未加责罚。这位青年兴匆匆地回来，一进门父亲就来了这一招，觉得又冤枉又畏惧，不过抚心自问，的确没有什么理由需要连夜赶回家的。平日父亲治家严谨，此刻虽被放出，也不敢多加探寻或解释，但是内心始终不明白父亲的心意。当他到好友家催促进城时，才知道好友已死，入内见状，顿时恍然大悟，父亲故意冤枉他，把他关在仓库，迟迟释放，原来都是爱子深切，又不便明说，彼此尴尬，不得已才这么做，实在用心良苦。运动乃为健身延寿，但切记在运动前后必须节制男女炽燃之欲火，戒之慎之。六、恶劣环境不宜房事。人的性生理和居住的环境有密切关系，例如在佛寺、墓旁、厨房、厕所，在雷雨交加或酷暑严寒等恶劣的环境下，往往心情抑郁，情志不舒，容易导致性功能障碍。七、新婚的房事养生。青年人结婚后，有些人自恃精力旺盛，房事生活频繁，久之必耗伤肾精，有损健康。特别是新婚期间，由于办喜事的过度疲劳，房事后不等体力恢复又重复房事，心脏兴奋，心脏的负荷过大，容易发生虚脱。据日本资料统计，突然死亡的人
有 0.6% 是发生在性生活中。放纵性欲会导致内分泌失调，身体的免疫防御功能减退，抵抗力下降，新陈代谢失常，疾病增加，缩短寿命。八、中年房事养生。人步入中年后，虽然精力充沛，但是肾脏的精气似日渐衰弱，所以40岁以上的男子更应该节制。中年人肩负家庭重担，工作繁忙，平时要注意劳逸平衡，避免过度疲劳，处理好家庭、社会事务和人际关系，使自己保持心情舒畅，精神饱满，气血流畅。在情绪波动、情志异常、体力疲劳时避免房事。九、老年房事养生。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，而且年壮之时已透支精力，脏腑功能明显衰退，生殖器官和性机能逐渐退化，肾精渐亏，肾气衰弱，常伴有慢性疾病，所以房事应根据身体情况而定。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清心寡欲，情绪舒畅，心情开朗，早睡早起，散步，种花，养鸟，书画，下棋，生活丰富多彩，保持良好的心情，保持夫妻间的恩爱，可以延缓衰老。年老人可以将性欲转移其他运动健身。老年人常出现肾虚症状，如腰酸背痛、头昏目眩、健忘失眠、疲倦乏力，可以请教中医师服用抗衰老和补肾益精的中药，千万不要自己盲目的使用。十、妇女三期房事养生。妇女在月经、怀孕、产妇期间，应特别注意房事养生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一、月经期间房事易患妇科病，加重盆腔充血，经期延长，经血量增加，加重月经期不适，影响性功能和性欲，而且导致不孕。二、怀孕期妇女的气血大都用来供养胎儿，身体其他部分气血相对不足，邪气容易沉虚而入。怀孕期行房容易损伤胎儿，影响胎儿正常发育。三、产妇期的生殖器官和身体健康状况均未恢复正常，加上哺乳婴儿，体力消耗大，睡眠减少，产妇体质较弱，这时行房很容易产生败血症，如果不及时医治，可以危及生命。所以产妇应该尽量避免性生活。十一、春夏秋冬养生。一年四季的变化，不仅影响自然界的植物，而且影响人的房事。人的机体也是一个小天地，和自然界一样有四季的变化，而且受自然界变化的影响。人应该根据四季的变迁来调节自己的房事，以适应自然界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变化规律。春天，万物复苏，自然界充满生机，欣欣向荣，各种生物都处于生长繁殖的季节。在这百花齐放、鸟语花香的时节，人的生殖机能、内分泌机能也相对旺盛，性欲相对高涨。春天赋予人生发之气，适当的性生活有助人体气血调畅，是健康的。必须注意，过分频密势必损伤身体。
羚羊在春季有的过分交配，导致双脚不能举步，成为虎狮的食物。夏季生物茂盛，花开结果。由于天气炎热，人体气血运行加速，新陈代谢加快，身体处于高消耗的状态。人应与其相应，保持心情愉快，情绪舒畅，避免过分激动，房事应适当减少。如果这时过度房事，无疑增加能量消耗，损伤阳气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热带地区长夏无冬，平均气温30度以上，人的寿命比温带、寒带的区短得多，可以说明夏季房事过多有损健康。秋季天高气爽，秋风劲急，万物肃杀。这时期减少房事，以保精护神，蓄养精气。冬季天气寒冷，冰封雪飘，万物闭藏，虫蛇冬眠，养精蓄锐，以待来年春天生长发育。人也不例外，冬季气温较低，人的新陈代谢也随之降低，与此相应，适当节制房事，以保养肾阳之气，使精气内守，避免耗伤精血。所以如果能够根据季节不同适当调整房事，对防止性功能障碍，保证身体健康有一定帮助。十二，保养肾脏。中医认为肾脏是和性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脏器，肾脏强则性能力强，肾脏弱则性能力差。同时性行为也是最容易造成肾脏损伤的行为，性生活过度频繁，首先受损害的是肾脏，而肾又是全身健康关系最为重要的器官。肾脏的职能是脏精，五脏六腑的精气皆源于肾，肾脏一旦亏损，则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受到影响，致使百病丛生。人们可以随时发现到，如果是纵欲无度的人，面色晦暗无光泽，肌肉松弛，头发干枯，双目无神，腰肢酸痛，双足乏力，下怕热，冬畏寒，精神疲乏，小便频数等等未老先衰的症状，这些都是肾脏受损的缘故。所以自古以来，中医十分重视保养肾脏，而保养肾脏首要的是注重房事的种种戒忌。除前述结婚不宜太早，房事不宜过度频繁等等之外，还要注意下列三点。第一点，心要正，忌意淫。耳听色情歌词，目视色情影带，胡思乱想，淫念不绝，日思夜想，经常如此，受害必大。对于未婚青年而言，由于愿望得不到满足，以致心烦失眠，遗精早泄，精神萎靡，甚至头晕耳鸣，腰肢酸痛，心悸健忘等等。对于已婚者来说，由于淫念太多，必致房事过度，损伤肾元，造成面色晦暗，腰膝酸软，头晕眼花，遗精阳痿等诸症丛生。现在社会受西方文化开放的影响，报刊、杂志、电影、录影带的内容充斥着性引诱、性挑逗，必须加强文化修养，确立健康的性观念，严肃的态度，正心养性，课余或者业余的时间参加体育运动，习字练琴，
种花养鱼，参加探访孤儿院、老人院等公益活动，提高个人的情操，置身于高雅的文化艺术生活之中，绝不踏足色情场所，绝不看色情书刊影带。第二点，严禁手淫。手淫者往往是喜欢听色情歌、看色情影带，胡思乱想，淫念纷纷，造成性欲冲动频频。欲火躁动时，则以手淫解欲，求得片刻快感。染上手淫习惯之后，往往次数日益增多，欲罢不能，难以自制。当出现不良后果之后，又惶恐不安，精神萎靡，失眠，头痛，头晕，心悸，腰酸，肢软，阳痿等等病症接踵而至，严重的影响学习和工作。第三点，食欲、性欲是人的两大生理欲望。食欲促使人去觅取食物，保证身体的生存。性欲促使人去寻找性伴侣，延续种族的永存。婚姻嫁娶，生儿育女，这不仅是个人的生活问题，不只是关系个人的健康长寿，更关系到家庭、后代和社会的繁荣、祥和安宁等等深远的意义，必须认真对待和重视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做到最好，也是每个人对家庭、社会尽职和贡献。戒贪色小故事。宋朝的包弘期官拜朝廷秘史，年高88岁，耳目聪明，满面红光，皮肤润泽，精神饱满，健步如飞。当时宰相贾似道非常仰慕包弘期身体如此强健，于是向包弘期请教养生之术。包弘期说，我有一服养生药丸，乃是不传之秘方。贾似道再三要求其公开秘方以益众生，包弘期见贾似道真诚恳切，才微笑回答说，幸亏是我吃了50多年的养生毒睡药丸。令满座百官闻之捧腹大笑不已，真正醒悟到要强健长寿，清心寡欲乃人生养生唯一秘方，胜于皇帝的任何御制补品。养气，少思虑以养心气，寡色欲以养肾气，常运动以养骨气，戒嗔怒以养肝气，饱滋味以养胃气，省言语以养神气，多读书以养胆气，顺时令以养元气。贪色泛淫者12种祸害。面对如花之貌，当存若解若昧之心。为防者以防失足，曾行者及早回头。福善祸淫，报应之果宛若影随。见他人妻女生的美貌，便起了奸邪的私心，这个念头一起，虽然没有实事，也难逃鬼神的责罚。只因一切恶事都从邪淫起，不知道厉害，做此种罪孽，导致种种祸害，归纳如下，以止醒迷途。一、害天伦。天地间男婚女嫁，纳之以礼，乃天定的伦理。淫乱不仅违背了人情义理，而且破坏人伦道德，沦为衣冠禽兽。注：人伦，人与人的正常关系。二、害人节，女性生命中最珍贵的是贞操，为了一时的欲念而毁了她的贞节，其罪莫大。
请设想，如果是自己的亲人、女儿、姐妹被人引辱，内心有何感想？三、害名声，任你再机密，终会被人知道，一旦臭名远播，受人耻笑，有辱亲戚朋友。四、害门风，羞辱他的父母、公婆、丈夫、兄弟姐妹，败坏他的家风，令他一家大小没脸见人，痛恨入心入骨，等于杀他三代。五、害性命，臭名远传，妇女因受辱致死，或他的丈夫愤恨而死，或丈夫杀妻子，或妇人杀亲夫，或丈夫杀奸夫，或奸人被众人公诛等等悲剧，如此仅为一时的欢乐而闹出人命，终身受良心的责备或受法律的制裁。六、害风俗，社会上有这种廉耻丧尽人面兽心的人，无知青少年以此作为榜样，助长淫乱歪风，误人子弟，破坏社会安宁。以上六害是害人。七、害心术，一念一生，种种恶念都生，如幻妄心、贪恋心、妒忌心纠缠不停，心意邪恶之罪最重。八、害阴德，上天在冥冥中有安定人的道理，以良善的本性做人的根本。如果作乱了常道，败德丧行，伤天理，灭良心的事，阴德毁灭殆尽，便要堕入地狱，畜生的恶道受苦。九、害名利，感应篇说，上天有专门检查人间善恶的三台星与北斗星，而人自身有三尸神及灶神，都在随身查人的过错。人在夜深人静或暗室做坏事，上天那有不知道的理由。所以说，因好色欲而名必败，因好色欲而利必丧。十、害寿命，鬼神消夺人的寿命，有以犯淫恶的最为明显，何况欲火焚烧，精神洁净，骨髓干枯，必受劳病死，或生恶疮、病毒死、精竭死等等恶报，所以好色者不得好死，早年夭折。十一、害祖先，祖先相传的血脉因此而断绝，自己一生福分被消尽，败坏了家身，绝了祭祀。十二、害妻女，妻子被人淫乱，是因自己乱人妻女的结果，把妻子去还债，女儿去当娼妓等报应。这不但在书上能看到，在现实社会里随处可以见到淫乱的速报恶果。这六害是害自己。以上共十二害，都可以从格言里见往之来，更兼亲眼目睹，希望我们认清祸患的来源，警惕自律自爱，免受色情迷昧而失去理智。星号流通善书效用。一、祈福流通，求名、求利、求子、求寿者，如能随力应施，所愿必遂。若因亲人病齐全，许愿应施善书者，果有诚心，灵应更洁。二、忏罪流通，人生在世，谁能无过？但是上天不加罪于肯悔过之人，需及早真诚忏悔，以流通善书来劝诫世人，其罪自消。三、吉庆流通，每逢喜事、生日之贺礼，以善书作为礼品，其意义价值更为珍贵，功德无量。古语云：商人以恶言，慎于利剑。
赠人以良言，胜过金银。普愿世人以赠善书为时尚，庶可移风易俗。四赞叹流通，富者以金银为师，贫者以语言为师。倘逢亲友宴会，邻里聚谈，以引善书中好人好事，赞扬叹美，扶持正气。五劝读流通，读善书的善报可以促进身心健康，故劝人读善书的功德甚大。如孩子诵二十四孝经，能增智慧，易福寿，利厌不爽，愚可类推。六书法流通，善于书法者，凡欲求书法文字者，必选劝世警句而写之，时事敦己品而正人心，功德至具。七印刷流通，淫词艳曲，伤风败俗，必须付之一炬。而印赠善书，公之天下，使举世见人行义，受益者数以千万计，乃是行一善如同行千万善，因此印赠善书乃是最佳的善举。编后语：世人受七情六欲所困缚，沉沦苦海，朝朝暮暮无法自拔，有赖善书以启发心灵，走出迷惘。若能推广流通，由城市到乡村，由香港到海外，维持世道，挽回人心，扶持正气，功德之广大，实是无法衡量。若捐资助印者，开通法桥，弘扬中华文化，广施宝法，普度有缘，其心量广大，实不可思议，故其功德之广大亦不可思议。养生保命集戒淫一书，由香港中华道德学会于2002年2月19日重新编印劝世，凡需要者皆可免费索取。然为保持本书长久印赠，有赖社会擅长人翁贤达之士捐资助印。书籍目录第一页序言，第二页再编序，第三页第一章何谓肾亏何成因，第四页第二章现代邪淫故事六则，第五页第三章犯淫且改过或善报故事三则，第六页第四章古代名人故事四则，第七页第五章犯邪淫之恶报故事四则，第八页第六章关圣帝君传略，第九页第七章关圣帝君显灵故事四则，第十页第八章文昌帝君显灵故事三则，第十一页第九章养生保命守则。孝与戒淫，浅谈青年应有的美德。中茂森博士尽述。